不吵，世卫组织正努力为不堵车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提供支持。晚上七点像凌晨三点，武汉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热闹被病毒藏起来了，每个人和每个人都隔开很远。还有多久才能脱下口罩，面对面问一声起来吗？来自江苏苏州常州上海有疫情从武汉到全国，轮到谁身上都是责无旁贷。志愿从全国到武汉，你看，还有啊，爱和希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。武汉精神，武汉人民与每一种爱都刻进武汉的心脏。身上摆大褂，就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他们不顾生命的保护我们的生命。一辈子不就我几个病人吗？只有一个目的。连续施工了差不多24小时。把武汉还给我们。有信心把它完成。把我们还给武汉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别怕，再等一等，等这个城市重新按下播放键。等地铁里的人多到挤不上这一班，等大排档里吵到必须扯着嗓子说话，等去武大看樱花的人比花还多，等过早抢不到最爱的那碗热干面，等汽车把二桥堵得望不到头，我们可以笑着飙一句：我是向你学习，武汉，我们等你，也请你们等等武汉。